接着呢，看下面第十四句，或有以一切菩萨大愿海应身而为体。前面一句是讲以佛境界清净人生，这一句是讲以菩萨大愿。每一位菩萨的发的愿都不一样，虽然不一样，你仔细去观察他的方向目标啊，一定是相同的。啊，总的来说呢，不外乎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两句确确实实把所有一切诸佛菩啊、诸菩萨的愿呢，全部都包括了。我们就把这一句稍稍地展开。那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呢，第一句下化众生啊，第四句上求佛道啊，当中两句是方法啊，用什么方法？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第二句一定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断烦恼是德行啊。第三句是学问啊，学佛道是成就自己的学问啊。我们中国古时候常常赞美读书人品学具有啊，断烦恼是品德，学法门是学问，品德学问具有才能成佛道，才能度众生。方法两条，这是两大纲领，品德摆在第一了。啊，孔老夫子教学，他也是四科。啊，四个科目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正事，第四个是文学。啊，夫子当年，这是2500年前那个社会。啊，他教学生四个科目啊。四个科目有可以完全学习的，也可以选修的啊。夫子的学生当中确实啊，德行哪几个人代表，言语哪几个人代表啊，正事哪些人代表，文学哪些人代表。由此可知，夫子当年教学，学生当中有选修的，专精一门，其他的三门不是不学啊，那不学你这一门不会精啊。那么这种就是今天所讲的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人如是啊，佛也如是啊。
法传到中国，演变成许多的宗派啊。其实宗派这个起源不在中国啊，世尊灭度之后没有多久啊，这个弟子们就分成两派了啊，上座部跟大众部啊，然后逐渐演变成20个部派啊。他的部派就像我们中国的宗派啊，是情形是相同的啊。这个就是后世人无论在善根在福德啊，都不能跟从前人相比啊。所以世尊这49年的教学没有办法完全学习啊，学习适合于自己程度，适合于自己生活环境的，我学一部分。乃至于学一经一论，佛法跟世法不一样，佛法是求智慧啊，所以一经通啊，一切尽通。佛法通了呢，世间法就通了啊。诸位一定要知道，世法不通，佛法不通啊。世法通不一定通佛法，佛法通啊一定通世法。这个道理要晓得啊。因此我们看古来出家的高僧大德，在家的居士长者啊，他们从一门深入到大彻大悟之后，宗教显迷事出世间法都通了。有证据啊，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很多啊。啊，从这些实例我们就确信佛所讲的是真实的。啊，尤其是世间人无量劫来迷恋在物欲上，一生只知道追求名闻利养，追求荣华富贵啊，到现前的社会那个追求的欲望达到了顶点了啊，伦理道德了完全不要了。从前人追求还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啊，没有舍弃伦理道德啊。他追求他所得到的，我们可以说是真富贵啊，他真有受用啊。虽然也有副作用，也有流弊，少啊。我们中国人讲富气，哎，福多啊，气少，
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气多福少，也可以说呢，福没有了。现在哪有福啊？啊，事业越大，受气越多啊！啊，你仔细观察，确实如此啊！啊，地位越高，啊，事业越大，啊，他所受的压力，所受的折磨，比别人多啊！所以变成一种什么样子呢？富而不乐，贵而不乐，反而不如贫而乐，见而乐，不如这样的人啊！但是世间人不觉悟啊，他也知道啊，但是他还是不悟啊。为什么呢？好像在社会上要有体面啊，这个体面。就是我们今天讲荣誉啊，那个假象啊，欺骗了自己啊，使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受苦受难啊，没有办法出头啊。啊，真正的人生跟诸位说就是快乐。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度过这一生，你是真正得到人生的享受了。如果能够接受圣贤的教诲，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这种快乐的人生，生生世世可以保持啊，可以不失掉啊。这个有智慧，有德行啊，没有智慧，没有德行，做不到啊。啊，我们看这个世间富贵人家。古人讲贵为天子啊，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啊，贵到顶点了，做了总统了，做了国王了啊，富发了大财，拥有啊大量的财富了，没到几年呢，听说什么呢？他公司倒闭了，破产了啊！这个国王总统下台了。子孙不肖啊，门庭立刻就堕落了。这个因缘果报啊，非常明显啊。我们看了有没有觉悟？
这是不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世间无常啊？过土为脆呀，我们把过土换一换，他的家道为脆呀。那么再深入去观察，什么原因呢？这一生疏忽了伦常道德，疏忽了积功累德，这是世间人的富贵呀！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呐，财为无价供有啊！啊，所以真正聪明人，他心里面绝不想着拥有财富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搞这个，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很微脆，很容易失掉啊。聪明人他想拥有什么呢？拥有道德学问，拥有技术能力啊，这个是丢不掉的啊。你真的有一技之长啊，你有专长，这个专长是人所不及的哦。你在今天的社会呀，无论到哪个地方，人家都欢迎你啊。这个在外国去移民，移民很不好办呐，但是有专长的时候很容易办，为什么呢？你的国家需要你，欢迎你，欢迎你来帮助这个社会服务啊。啊，尤其是道德学问。为什么呢？现在这个世间啊，各个地区普遍的缺乏道德智慧。所以真有道德真有智慧的人普遍受人欢迎啊。这个财宝啊是不会坏的啊，这是真常啊，不是无常啊，这个不会破产啊，到老死都不衰啊。啊，死了之后，你看你留下的著作，啊，你留下的叫文化遗产，啊，像我们现在这个讲经可以保留录像带、录音带，还是受人欢迎。啊，孔老夫子的著作流传到今天。释迦牟尼佛的经典流传到三千年后还是受人欢迎的，他不衰呀，他不会破产呐，他不会衰落啊。你要从这些地方去想去观察，哦，你有智慧了。你们同学啊，跟我的时间啊，差不多也在十年左右了啊，有些人超过十年了啊，还有将近二十年的了啊。
你仔细观察我所做的所为的，我这一生当中我求什么？我没有求名闻利养，我没有求一个庄严的大道场，没有啊。我所求的就是四弘誓愿成就自己的道德，成就自己的学问，我就求这么两桩事情啊。你们跟我这么多年亲眼看到的，我这个机缘，韩馆长所赐啊，你们不知道啊，你们只晓得我对韩馆长的感恩，你们都不知道韩馆长对我恩德究竟在哪里。你们没看出来啊，韩馆长对我的大恩大德，就是护持我能够常年在讲台上讲经，我就是要这个，其他的统统不要。讲台上锻炼了，千锤百炼了，他帮助我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成功了，烦恼虽然不能说完全断了，真的烦恼轻了，智慧长了他好像是我的老师他走了我有能力出师了这样的护法找遍天下了，难得找到一个真是可遇不可求全心全力的护持我不要道场为什么呢？要道场要操心，要道场免不了造业你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钱财稍稍不谨慎走错了，有果报我这一生真的是有大福报这个大福报是遇到韩馆长他替我管了，我完全不要管了全心全力在经教上，心地清净能够在这个社会半个世纪五十年，我能够不受污染，这是韩馆长对我的功德了没有他，换句话说，我就没有长期讲台，没有长期的讲台，我就不能成就韩馆长一生成就我一个人，我今天在图文巴建这个学院我要建十二个教室，我希望成就十二个人到
后发谈月之恩啊！我十二个教室有十二个讲台啊，只要你们发心呐、啊，天天在讲台练讲啊。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成功决定要在讲台上练啊，每一天至少要练一个小时，天天不能间断呐、啊！啊，从一个小时慢慢提升到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再提升到两个小时，那就达到标准了啊，两个小时标准啊，你能够念上个二三十年，你一天就可以提升到四个小时要熟透啊啊，这个天天讲好处太大太大了，常识熏修，烦恼不必要去断了，自然断掉了。智慧不要求啊，自然开了。为什么呢？一天一天接近佛法，一天一天远离尘垢啊。就这么个道理啊！啊，你要学讲经，你不能不读经，你不能不看古来祖师大德这些著述啊，你不能不写笔记。所以，一天一个小时，差不多你一个小时讲经。你至少要用十个小时去准备 啊，我估计你们至少是三年啊，开头的三年每一个小时要十个小时的准备啊，到第二个三年啊，你进步了，你一天讲一个半钟点，一个半钟点还是要十个钟点准备啊，这个六年过去了，再往后啊，再一个三年，你每天讲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天也要十个小时准备，这样下来说十年功夫啊，你的根基咋问啊，十年功夫 啊，如果这个地方你起心动念还想搞别的杂物，那你就完了啊，那我就可以肯定你比不上我，你不如我啊，你要能够凭借外缘啊，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专心在教下啊，在经论上，以十年呢，不能说是超越我们，至少不会比我差。你的根基确定了啊！今天我给你们的环境殊胜了啊，比韩馆长给我的环境还要殊胜啊！为什么呢？韩馆长并没有到场啊，要跟朋友的地方去借讲经的场所。借人家的办公室啊，
是借道场，有时候啊没有地方借呢，租啊，租一个房子啊来做道场啊，所以那个道场常常更换呐、啊，一个道场假设两三个月又要换一个地方。但是还算不错，佛菩萨加持，我讲台没中断过啊。这个是稀有难逢的因缘，我们今天这个缘比我这一代殊胜了。我们自己有一个学院，我们自己有十几间教室，不受外缘的限制啊！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们肯不肯放下外缘，专心学习，成败关键的在此地。专心学习一定要放下，放不下不能专心呐。啊，我在这个地方啊，跟着一群在家的菩萨们，每个人都是善心的、善愿的，都希望你们年轻的啊，出家在家的同学，人人有成就啊，全心全力来护持、来帮助你们的福报，比我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呀、啊！所以你们的成就至少也要胜过我两倍以上。啊，我今天护持的远超过过去，那些护持我的这一些功德主，今天的护持超过那个时候十倍都不止。换一句话说，你们的福报比我大过十倍啊！你们的成就照理说也应当超过我十倍。啊，这是一个比例了，应该如此啊。啊，我求学的时候非常辛苦啊，没有经书啊。啊，台湾在那个时候佛教不兴盛呐、啊，印经全台湾只有三家，啊，台北有一个印经处，朱金洲老居士办的，台中瑞成书局，台南庆芳书局，就这三家。印的量很少，种类不多，许许多多经论必须要到寺庙去借大藏经啊，大藏经是不能借出去的啊，就在寺庙里面，每一个星期天去借，就在那里抄啊，我抄过好多部的经啊，没地方卖啊，
哪里像现在这么方便呢？我那个时候得到一部大藏经多辛苦啊！工作三年，所有的收入省吃俭用，才得到一部藏经。过过很苦很苦的日子，哪里像现在这些经书垂手可得。这么多年来我收集这些图书不是为我的，为我一本书都不要，太重了，我懒得带呀。为你们底下这一代人尽心尽力，把设备呀齐全不要你们去操心，希望你们专心，希望你们成就，希望你们都超过我十倍以上。我跟你们讲过这个事情，真正的困难是在放下。放下什么呢？我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你在经教上啊，障碍就没有了。这些东西不能放下，那叫业障啊，这是业障的根本。障碍你智慧，障碍你福德，也障碍你的因缘。我学佛能够在那么艰难困苦里面学出来，得力于张家大师的教诲。初学佛的时候，头一天他就教我看破放下我的好处是听话，是依教奉行他老人家当时教我六年，我真的六年彻底放下。我喜欢读书我那个时候自己有一套大藏经，有一套二十五史，有一套十三经这个是大部头的其他小部的也都不少全部赠送给慈光图书馆。李老师那个时候刚刚在台中创办图书馆，我去看的时候，他书库里的藏书不多，我把这个统统捐赠了。统统放下之后这出家因缘成熟了。所以我出家的时候一无所有两套换洗衣服，一个三斤重的薄被卷一个行李背上身上的时候就走了，全部家当无需要别人帮助的
一个背包，一个手袋，手提袋，手提袋上装的是几本书，我念的，在台中学习的经论。这样就出了家了。你要不放下怎么行呢？什么都想拥有啊，这个也是我常常讲的，真正学道的人必须要放弃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这个要放弃，要放弃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我们的心才清净啊。信心清净自生实相啊，生智慧啊。通通放下，我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佛菩萨照顾你。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一切都放下，一切都没有了我怎么办？我没想过这个念头。那每天都有饭吃啊，每天都有地方睡觉啊，管他在哪里，什么都好一切随缘，从来没有攀缘的念头，我的自在这都张家大师教的，依教奉行有好处古大德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是听老人言方老师、张家大师、这个李炳南老居士，我就听这三个人的我要遇到困难，我向他们请教，他们会教我，我听话，我依教奉行所以没有福报这福报一年比一年大智慧是从小是有一点有一点聪明智慧年年增长你们听我讲经就晓得你要把我今年所讲的跟去年所讲比一比就不一样，境界不相同所以有些人要收集我过去所讲的东西，我对这个没兴趣许多人说哎呦这是成绩我从来不重视成绩，不重视形象过去的这是李老师从前讲的所以李老师不准我写笔记我问他为什么，是你年年境界都不一样，你写的这个时间精力都浪费了你今年所写的明年境界提升的这全部都没用处，我想有道理因此我不重视这些东西，不重视成绩，那是过去的，现在我变得更好要那个东西干什么这个道理要懂，你才能真正放下所讲的东西，所教的东西过去就过去了，
无需要再牵挂他，无需要理会他，别人要做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呐。这样你的心才能得到清净，才能得到自在。你也想，哎呀，这我讲的东西啊，你们整理啊，有没有这里头有错误啊？我这个头脑没这东西啊，我讲过了就算了，痕迹都不捉啊，你们要去捉下呢，那是你们的事情。偶尔你们拿给我，我有时间也可以给你们看看，但是多数我都不看的啊。所以大家整理出来的东西我没有看过啊。如果有错误，我相信啊，后来一定有善知识会给你订正啊。我自己不搞这个东西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重要啊。正能尽分行邪存诚重要啊。我在整个佛法上抓住三个大纲领就受用不尽了。第一个大纲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诸佛是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纲领。三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个是佛法总纲领。它所涵盖的面呢，是尽虚空变法界。第二个纲领就是印光大师的。正人尽分，行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一个纲领，它所涵盖的这个面，是释迦牟尼佛末法九千年这个纲领。第三个纲领，那就是我自己学佛五十年的心得。我写二十个字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个是我学佛五十年的总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不会离开这个原则。不会违背这个原则。你说多自在，多快乐。法喜充满呐。
生死自在啊！啊，一般人怕死啊，我不怕死啊！啊，我知道我死了到哪里去啊！啊，我换一个境界，那个境界比这个境界更殊胜啊，更圆满啊。一丝毫的私心都没有，一丝毫的欲望都没有，啊，百分之百的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这个两句话，对我来讲。没有意义了，啊，你们懂得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一切菩萨大愿海声音为题，啊，菩萨大愿海是什么？我给你们提示的这个报告简单扼要啊，啊，四弘誓愿真正落实啊，就是在这个修学三个总纲领总原则里头啊，真的能落实了，掌握这个原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无论你修学哪一部经论，没有不成就的，只要你用功好学啊，这是我常常讲的，你不好学就难了啊，好学啊，我是在讲呢，这个善根福德都不啊，我的缘好缘殊胜啊，加上自己好学，所以能成就啊，不好学就难了，这个事情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啊，民主自由开放啊，谁都不能够干涉谁啊，所以自己不好学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是我在此地给诸位做的一点微薄的贡献啊，都是我一生经历的，跟这个经文可以印证了。好，今天时间到了。